嘿，大一点的小一点，这个100%带大米，但这个我不敢确定，看一下吧。嗯，这个也有，我要蘸汁吃。你看，是不是？应该可以。嗯，这个双击，给一个，给一个，点点一下，给一个。小蟹，蟹，啊啊，哎呀，可以哈，就是水黄，看到没有？水不离滋的，把它这个塞去了。哎呀！啊，你看就是，它就是水黄，你知道吧？我又知道你说又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，像的屁！嗯，哎呀，来吧，哎，这一块大肉，双击。咦，认识这个是什么吗？用我们这边话叫骚嘎了，下么的了，都瘦死了的吧？能听明白不？哎，这黄能不出来吗？你知道吧？那可不啊，给你相机，给一个。哎呀，我，扇贝肉，哎呦，看到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很多人会说。这个能不能吃？想吃吃，不想吃，你就像这样子。这黄什么的就别摘掉了。这上面是漂亮吧？是不是？哎，包个饺子，炒个菜，我跟你说可美了，看到没有？嗯。现在是，这家伙现在很稀缺了。产量不出来了，哎呀，嗯，哎，我想吃个辣椒，不能吃，这种是港湾贝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这条虎鳗，哇塞，看到吧，全是那个籽，哇。小时候我爸不让我吃鱼子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就是家人不让你们，就是小时候不让你们吃鱼子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，反正我是有，哎，嗯，哦，哎呀。哦，可以吧？啊，哎，这个是没有电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八爪不会做，我靠！我来教你。哎呀，八爪，好，八爪，我丢嘞！哎呀！你看，这全是八爪，看到吧？我靠！我呸！我！
靠嘞，酱油！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八角实际上把它切成一节一节的高挑的吃好吃。你看，像我这么做的话，不下酒吗？我噎你！想不想吃？哎呀，你要是想吃、喜欢吃的话，你就过来吃。别忘了对着屏幕给个双击，过来吃饭，双击两下就 OK 了。哇，终于轮到这个，这是石闸蟹，是螃蟹当中很肥的一种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都是带膏带黄的，啊，这壳上面也是很肥。哇，现在螃蟹我跟你说，最肥的也就这个了，要不就是青蟹，青蟹太贵，一只青蟹50块，哇，哪能吃得起它呀？都拿它来卖了，哦，不舍得吃那么好。哇，鲜，想不想吃？来，去。啊，疼，疼，你知道大鹅怎么叫的吗？该呀，该呀，这个，就是那个，咬住背，其他的不吃，我就吃它这个，这条寨子肉。给个双击，该呀！你家鹅是不是这么叫？双击一下。来一下，你过！我靠！我靠！我会崩哎！我这八爪！哎呦我去嘞！它还不下去！哎呦我靠！这梭子蟹！咦！哎，你看，就数这个虾，一天到晚蹦着慌，你蹦，你蹦，你蹦，我看你还蹦，我看你蹦，我让你蹦不了，我让你跟你蹦。哎呀，我一看到这个蟹跟这个虾，想吃，太想吃了。哎，来了点老干妈。哎。你有没有啤酒？如果说你有啤酒的话，你就来吧，一起吃吧，给个双击，来一起吃。嘿，这锅盖都让我给扔烂了都。有大米，对吧？还可以哈，这爆头有大米几率很小哎。很好吃，特别香。你想吃吧？想吃你给我双击，双击。还是没毛线，吃不动，来个海螺吧。黄呢？黄在这儿啊，卷的。鳃呀什么的给它去掉，肝给它挤一下，也给它去掉。好嘞，这喇叭该修了，还有喇叭不行，人家那好喇叭一下子，破喇叭该修了，该修了，还不如我们家电动车喇叭响。虾肉吃完了，虾头啊，虾爪子呀，虾
虾什么啊都可以给它吃掉，你知道吧？待会再吃你，吃个大的先。哎哎，这东西不好吃，你知道，太费事，啃那不更更不更不更，到嘴里就不费事了。哎呀，费牙，是不是费牙？双击的话费屏幕。你双击看一下费不费屏幕，还是费流量。哇塞，鱼给它宰好了，看到了吗？这家哇，不过它全身满是籽，你知道吧？这家伙这一肚子的，我是不是罪人？哦，罪人就罪人吧，给它炖上。当你吃到了美食以后，你就不会发现你是罪人了。记得给一个那个双击哈，现在都不愿意给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这个吃货，你就给个红星，行不行？